位朋友好，这是早上在墨尔本，墨尔本，在一号公路旁边。然后现在我们是6:59，早上是有日出，看这边的山比较。高耸啊，高耸如云，然后正好可以拍到日出，东边的日出。就在这几分钟吧，太阳就要从东边出来了。昨天是拍了日落，今天是拍日出。出山花红似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，能不忆江南？江南忆，最忆是长安。江南好，风景旧存安。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，能不忆江南？这个身后的云层后面，这边是有房车营地，新房车。海边的温度是比较低的，大山云彩。
小镇。San Luis Obispo， 骑摩托车这可冷啊，哎呦，袅袅炊烟，有炊烟了，今天是11月21日，星期四，早晨，7:07，现在太阳还没有完全出来。这边油价是4.01，4.07。Mechanic deck。这跑步，穿这个短裤。确实很耐冻啊，右转然后前往匝道，前往匝道，这是这个城市 Cowboy CargoOliver 101向南 USA California， 大山呢，就这边的山可轻啊。下面我们要走到大海边了，这就是大海的方向 ，Marsh Street， Bismol， Santa Barbara。圣塔芭芭拉的海滩比较大，那个城市，欧式风格比较明显。
边就是比较商业化，比较浓。云海呀，大山之间有云海呀。到这里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